TV 一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记录裁判员王雪、蔡晨元，运动员梁时雨、司小雨。现在比赛开始。司小雨，你好，请双选手中国开局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同时出杆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梁时雨获得开局选择权。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的 TV 台直播。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张清勇。本场比赛是两位国内球员之间的对阵，画面左边梁时雨，画面右边司小雨。比赛限时140分钟，抢13局，这也是第一阶段的最后的突围赛。同时进行的还有国际组的赛事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梁时雨开球。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，梁时雨。中带并没有扎进啊，这个位置。在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个场次的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在下午的15点整，第二阶段的国际组32进16双败第一轮，首先中带花色。好，来看看右下的14。选了个15号，白球看右边，10秒。下放14，再来。左赛稍稍多了一点点啊，刮了一下这个花色，那么左上角还可以打。
低杆不够啊。下方呢是一个大角度的地带，十秒，延时。延时。下方够准啊。左下再来，这个位置呢，一定要让过这个三六七啊，三颗球。杆法也不要太低，中低杆右边走两库就可以了。第一局，四小雨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司小雨开球。开球时机。开球时机。稍等，继续击打。中带打进，白球右边下来，这个点左中还不好打，这只能是看一下一号跟十号缝隙之间这二有没有了。六这边也有点挡，十秒，延时。直接拼了个左上，大角度。花色这个点的话，左中还有。
十秒。下方又选了大角度。左边中袋是没问题的，右边十一要叫的近一点才好打。十秒，五、四、三，好。那么先看下方底带这棵树，轻打呢就是做防守。对，没铁库。勾到底的还有啊，再看看这杆白球想法，上方呢是有机会可以把溜给它 K 开的，把它顶走，没有动，直接推过来。那么中带有优中啊，低杆一点，十四呢继续向上。还是厚了，没有打进，中袋继续留机会了。底杆右边打进，左边较直一推，下方黑棒。打包了，那么右下方直接黄一就可以了。
底带再来，二号看角度，中杆的可以一库弹起。底带继续，杆法低一点，右塞多一点。上方再来，左下角稍点低杆一点，第二局梁世宇胜，比分1-1。谢谢。第三局梁世宇开球，没有扎进，选球单色还是比较好选。再来，左边四，下方六，上去之后呢，看这杆啊，上方半贴库的这颗，争取呢先打进。差了一点点，白球，犯规，犯规。自由球，来看一下六的左下，
选了上方的薄球啊。再看这杆白球位置，看看左上这二啊，六这边有没有影响到一个出杆？没有问题。下方再来，继续高杆向上。下方底的再来，看看准度。第三局，四球以上，比分2-1。第四局，司小雨开球。这杆呢，勾线又有点不够啊。司小雨开球时机，第二次赛克斯潘夫一局。中带没进，三球过。稍等。继续击打。左中打进，看白球下来。五看不到，五看到还能传。现在呢，只能是下方的四。来看这个白球，左边，两库有没有机会兜下七？叫的太大了。那叫到这儿呢，可以把这个五的中带先打了。够了，左下的位置呢，花色有底带可以打。这个位置下方15还有，
底台再来，看一下这15角度啊，向上有，继续第一杆往上，下方9跟14呢还可以继续的调底台。右掐继续，哎，看这个角度，继续的带一下低杆往上走，十一可以调中带调直，然后中带打进之后呢，下放右下角，继续十三。准进没问题，第四局四小雨上比分3-1，谢谢。第五局梁石鱼开球，右中单侧扎进。左上打进之后呢，二号可以接着打，再稍稍带一点左塞推弹起，下方中带四，左边中带继续三，再往下这个左中的七跟右下的黄一也是没问题的，哎，后面要看看这个黑八了，在这个九根花色的十三缝隙之间左下角怎么样，哎，左下不好打，可以在一区之间打一个反向的过渡啊，黑八也可以调右下。
第五局，梁诗雨胜，比分2-3，开局赢牌。谢谢。第六局，司小雨开球。稍等，母球不能完全离开开局线，提醒一次。右上花色，中的还有，再看这个位置啊，底带继续，稍稍带一点低杆，轻打进。右边稍稍 K 了一下， K 一下之后不好，可以拿11再顶一下，再把这个6 K 开，稍稍再带一些低杆，左下继续，右下还有，白球角度稍微有点大，10秒，延时，左中再来，上方可以继续的中低杆右塞啊，两库下了。
第六局梁诗雨胜，比分3-3。第七局梁诗雨开球。两中左上都有球扎进。选球也比较好选啊，中带有花色。10秒，延时。底带打进，来看石的右边中带啊，带些低杆横台可以继续的叫11。再来，右边中带继续啊，看角度，有向上的话就立的中低杆啊，蹬上去。第七局梁诗雨胜，比分4-3，开球请慢。第八局司小雨开球。右下是非常好选的，右中也很好选。花色15。蹬两步上来。
好，这个点来看看十号球结果。再来，继续的边控十号球准度。十秒，延时。没有问题。右上再来，继续啊，立定杆位啊，带一些低杆，直接往下走。这球要看角度，两颗球角度都有点大，并不是直球。中的还有，第八局梁世宇胜，比分5-3。谢谢。第九局，梁世宇开球。过线不够，开球失机。中单没有，三球过。
稍等。继续接的。十秒，五、四，来看这位置，十一。先防一杆。十秒，五、四，再来看左下，底带打进，左中还有啊，这位置打十四呢，低杆下来倒是可以去顶一下十，但是后面的球会角度有点大，看看中台这边传球。反墙再来，继续的是四 K 十，右上打进，左上再来啊。上方红三这位置呢，看想法，往上走呢也可以调这个一七。低杆往回缩一点点，六继续啊，高杆往上推，
轻打进。再来，右上黄衣冲高杆发力了，右边下来，争取先把这个边库的四交到。看角度，白球推下来之后呢，五号的左中。白球中带还能推，第九局姚石宇胜，比分6-3。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0局，司小雨开球。左下打进，看这位置啊，中带。再看这位置，右下方黄衣啊，交道。右上继续啊，这个位置中低杆一点就可以了，左上再推，10局，杨世宇胜，比分7-3。谢谢。
第十一局，梁世宇开球。过线不够，开球失机。梁世宇开球失机第二次，塞维斯判负一局。稍等，两球，中袋没有。三球，继续击打。左上打进。右上再来啊，红三这位置也可以打，超超带眼中低杆左边绕出来，右边这个中带呢可以打个一四的交替。中袋这个角度还有点大，这个中袋的角度。推顶。左边这两颗还是角度大，右边看看这个六，但是有点后斯诺。中间的五，再顶一下，好看二角度，向下高杆，继续，黑八是没问题的。没有问题，第十一局四小宇胜，比分4-7，谢谢。第十二局，司小雨开球。犯规。限号自由球，优中。
看左中这个位置，黑八，黑八，犯规。第十二局，司小雨胜，比分5-7。送了一局，谢谢。第十三局，梁世宇开球。中带有球炸界，红三，打进低杆过来啊，右上方继续。在中低杆往下缩一点点，左边中杆还有7，然后右下方可以过多26。这中的角度还有点大，看白球，中带是没问题的，看看底带这边，底带还有这个位置呢，把右边中带呢叫的尽量稍微直一点，更好去调黑八的左下角。第十三局，梁世宇胜，比分8-5，开局停台。谢谢。第十四局，司小雨开球。加大力量的开球，但是并没有扎进。白球呢，在左下方带口附近。要拼吗？红三。中带打进。
这个位置是不好打的。上方的二七传球也是被挡了一部分。十秒。先打出来两颗。十秒，五、四、延时，这个位置的右上方四是有的，应该也在想要不要去借一个这个七的包边，这样后面可以给二让带口。十秒，还是轻轻传了一下，放带口。那么看看这个九十的左上。十秒，上方是肯定没问题的，但是这盘球里右边还有一颗难点的六号，这个位置上方十一，下方十五，延时。再打出来，再等机会。十，再来。量了一个十四的左上角度。
传这位置，中地杆左塞，右边 K 球。哎，这个低杆跟左塞的不够啊。六号发力的顶了一下，左下方再来，这位置呢杆法可以稍低点。看这白球位置没有问题啊，黄一清打进反向再打四，太直了，还是吃到了带角附近。看白球，要吃库。没有问题，啊，看看姐右下角带口那个花色，这黑八位置还有点麻烦。十秒，没有延时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解到。再看这个白球，放置自由球，薄了一点点啊，这位置传再来。右下继续啊，中低杆灯弹起，
第十四局四小雨胜，比分6-8。谢谢。第十五局，梁石鱼开球。中带花色，下方轻轻 K 了一杆啊，右边中带应该还有，找机会要把十四这个位置呢解决掉，上方的红三还是有些影响到了十四的进攻。10秒，5、4、3。又退防了一杆啊。10秒，延时。大力的勾了一杆。看看这边的右下，比赛时间1.5。
十秒。延时。延时。左中还有。十二号这个位置后面可以调底带啊。十秒。五。四。三。十秒，看这个白球。五、四、三，就关了一下，稍稍的去往左边 K 了一 K， 这个位置不好打。下方十五，先来看看准度。这个位置可以的话，稍稍带一点左塞，然后白球吃库之后呢，不要往画面左边走太多。上方来看十二，可以调右中。四。有打，力量稍轻了一些。还有，中杆还可以包。中杆也不打，打二这边呢就是防守。力的解了一个杆，好，这位置四有，右边推过来五，可以打右上角，拿五也可以调二号左边的带口。
十秒。没有延时。五、四、三。中带打进，看着红三，轻轻一推，五号可以继续的右上。没有问题，再来看左边中带的角度啊。中的还有，十五局梁世宇胜，比分9-6。16局，司小雨开球。也在看这个防守的位置，不好去选，这白球呢不好打。来看这个点，同样司小雨这边也是不好进攻的。又贴了一杆四号球，10秒。
五。延时。还是整体防守，中带倒是有一颗啊，十二号球。中内打进，啊，左上一 K， 但这个效果并不好啊。K 到的是对方的球，十秒，白球，棒进十五。再看这边花色，可以继续的把这个十四打走，白球呢贴上方的十三。十秒，五、四、三，看这位置啊，贴住，左边看看七，看不到就要解球了。中带打进，这个位置来看十二号，右中可以打，左边可以 K。十秒，五、四、三，准进没问题。好，再看看下方十一，同时呢，十一打完之后呢，六这边没有挡进球点，九二还可以打中带。十秒，五、四，
发力的打了一杆，并没有打进。这个位置下方二有，左上红三也可以啊。右上再来，看白球角度，好，向下，先来看底带，二号继续的需要一杆准度啊，这个二球杆法稍低一些，持库向上。这球打得太厚了，左上再来，十四打进之后呢，上方花色留点角度，这局四小雨胜，比分7-9。谢谢。第17局，梁世宇开球。没有扎进。
十秒。五、四。中袋打进啊。十秒，五，这白球位置，右中还有。尽量的包进之后呢，把这个九号的位置带开。K 到黄一，我们十五的左下没有了。十秒，延时。十秒，五，再把十五打出来，但是单算还是有打。右上打进，哎，下方轻轻一蹭啊，左下角两颗打气可以再上去。上方呢四二中带，这边来看红三右上还有一颗黑八，后面的下方底带是有的。又勾了一下黑八，继续啊，黄一七。再带点低杆啊，看这个白球，还不算好。那么拿二号再调，二号呢中杆往上走，红三可以再下来，四可以打左下。还是要打中带这颗啊，看白球。右上再来看角度，
左中，向下有角度，继续戴尔低杆一点，第十七局央视羽胜，比分10-7。谢谢。18局，司小雨开球。开球10局，司小雨离开球13次，判负1局。第十八。中单没进啊。梁世宇胜。可以。看一下。有。这。第四颗球，这两颗球都是没有过线，看一下，就最后过来一个三，第三颗，这两颗球都没过，看一下，要回放，你就过来看一眼吗？在这就能看是吧？看一眼。这个六呢没有过，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1局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9局，梁世宇开球。中单打进，右下再来。看这白球啊，还是稍稍小了一些啊，这个十号呢角度有点大，可以拿九再调一杆啊，用低杆再回来。
有效再来。好，看看左边树的角度。薄了一点点啊，但力量够轻。第十九局，梁世宇胜，比分12-7，开球前海。第二十局，司孝宇开球。犯规。白球犯规，限后自由。限后自由球，又低杆 K 了一下，再看白球。薄进，蹭了个薄边，两球底带都有，这位置要看看交位。中带
本场比赛没有问题，梁诗雨胜，比分13-7。好，首先恭喜梁诗雨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！这场比赛也是国内组的最后一轮的第一阶段的突围赛。那么司小雨被淘汰掉，梁诗雨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正赛。正赛呢将在今天下午的15:00开始。啊，下午的15:00呢是国际组，国内组将在傍晚的18:30。好，我们下午见。Thank you.